哦，开放辟谷呢，哪会无看到伊来？飞燕，该去准备了，卖萌不相干的思想。但是，好啦，我马上，也有条风啊，立马来了。原未见过剑宗宗主、合宗宗主。哈，乔山风之道，依旧是素彬彬有礼，杀不见你的师孙。你这张梦也太无了解伊了，是乔山风要你带伊进来管理，你享受所捧。是你大姨准备好的，对吧？果然啊，乔山峰不喜欢文玉倩，玉倩首先来这张场合，这令人意外。好加塞，不是金刀神龙家的好徒弟先来，好请。太多人了，快去准备。你是怎样？我先刷菜下去，行啦行啦。俺欲先退下，不打扰两位宗主高堂。虽然我是无所谓，但这样也好，如何？这边就可，不用计算。